农家海鲜，你给我说，不会做不会做，我教你。哦，葱姜蒜，下锅爆香。大扇贝，一锅里大。皮皮虾、海螺、八爪鱼。少年，老抽，少醋，香醋一定要放上。不要去。哎呦！欢迎，来点水。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点，别着急。老铁，饿了没？开喽。哎嘿，哎呦我操！我都生气了，我这么尴尬。生气了，不要放弃了，不要放弃了。皮皮虾还是带壳的比较好吃，笑。我感觉我说的是废话，是不是？还可以，有没有被抬到？被抬到老铁，给个双击哦！有多少老铁喜欢吃海螺的？喜欢吃海螺的给大哥点双击，带你一起吃海螺。不带拆掉啊！把肝挤出来。小爆头，哎嘿，哎嘿，表情怎么这么贱呢？哇，爆米了，太香了。太香了。老铁，给个双击啊！嘴就嘴子嘛。我用这一个大扇贝，跟大家老铁换一个双击行不行？就换一个。哦，哇，大汉堡不一样。这活太香了。老铁就给一个双击吧。一起吃扇贝不呢？这才是真正的扇贝肉啊！哇，来看这个贝丁，哎呦，哇，精华。好像大肥肉一样，这也是好吃的。海鲜一小炒，葱姜蒜，辣椒爆香，大海瓜，皮皮虾，八爪鱼。来，老师，上上上，料酒，香醋，哇！谢老铁，来个双击哦，双击！来了，老哥，来喽，再来个皮皮虾。这是公虾，不带黄的。老香了，进来老铁，给个双击啊！爆头的内部结构啊，有黄有墨汁，老香了，来辣椒，大肠卷，这一个就够饱了，再老铁，给双击啊！大海螺放一个。哎呦，今天晚上的晚饭又解决了，裤子去掉，肝挤出来。太棒了！谢谢老铁。能不能给大家点双击？大的虾，来一个！呜呼，缺一个花虾的，
第二道题啊，给大家点个双击啊，点个关注。